mai phải móc quỷ đấy. Để chỉ hiểu sợ rồi. Chúng ta chưa tin như này, còn nên báo thì là bạn như thế. Tôi mới hiểu nên báo. Oh, this one is not from the Hongyang. Ah, this one is from the Hongyang. Hair shampoo. Hair, ah, from the Hongyang. This one is from the Hongyang. 805是什么？嗯，对对。啊，这个薰衣草吗？啊，薰衣草。用这个爽。然后。这里在哦，对对对对，因为看它上面有它的很多种哦，哎，很是啊，有啦，后尾有哦，餐咯，餐，它这个也是有现在有免费的呢，免费比较 offer， 这个没有啊，它已经是 offer 了，哦，要买其他东西才有 special。拿多几支嘛，反正他现在有 offer 嘛。然后老板叫那个薰衣草哦。老板叫薰衣草。嗯，看还有什么的绿茶。啊，绿叶的。OK， 看还有什么好用的。就三支先生，三支。哎呀，没有，等一下，一直用没有，不到一个礼拜就完了，更讲用。expire 久哦，这种。expire 的几支？啊，二七。两百可以啦，哎呀。啊。要二货三百一。两百。没有那个桃的在哪喽？桃的在哪？桃的这边，这边 ，peach 没有。哦，这个。薰衣草哪里啊？薰衣草，没有，这个它口味全部，全部在这边一样价钱啊，还是一样价钱。它现在价钱一瓶是多少？第二的一样，那个 cream 的就不一样。讲 cream 的，就是它旁边的、不一样的，旁边这个不一样。哪里的？这个不一样。这个是什么的呢？这个也是，这个也是重阳的。cream 的也是重阳的。哦，重阳的。哦，这个是好像我们买那个叫的啊，不，等一下啊，然后你看一下 ，cream 的就我们用的是 cream 的噻 ，cream 的就也是不一样嘛，就用它 cream 的会比较浓一点，这样的就比较水了，啊，它泡泡就没有这样多，这个这样就泡泡少一点喽，哦，这样就泡泡少，哪里一种比较好用？看你要怎样，泡泡少是哪里一种？如果你要滋润是 cream 的，这个是 cream 的，不是啊，但是这个也是有一样这种口味啊，没有，就是 strawberry 跟这个花的味道罢了。哦，没有这个，这样子是多少？有其他的，有其他地方看。哦，这样的是泡菜的，然后这个是多少？这边又有什么1150呢？有1150是什么？手工价是1150啊，能吗？这个现在我手上拿的三只都是胶的。啊啦，胶的没有这样多泡，这个也是胶的。胶的咯。啊。clean， 你 clean 的 berapa 啊？yang tu。2.17块多。还有这边是什么一样的？这个是
cream 的一样啊，这个跟那个不是要的啊，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那 cream 哦，然后它还有 ocean， 它还有那个什么木瓜味啊，这个是跟这个一样，跟这个一样。你干嘛说要带妆？你给我拿这个。哦，变了，变了。几块钱可以买的？看要拿哪里种？这个要拿吗？还是你要拿这？没有，因为我是用胶 OK 了。这个是胶还是什么？这个是 cream 的，这个比较多泡，这个比较多泡，但是比较滋润，看到没有？啊，比较滋润啊！啥？小姐，这个多泡了，比较滋润啊。这样会比较滋润，哪比较滋润比较好？那皮肤很干。它是啊，木瓜跟橙两种口味发表。还有很多种。这个也是1000ml。不用紧啊，这个拿了就拿了咯。嗯。那时候就带很重耶。哦，这个，是这个。嗯。哎，不一样的。没有，拿了这个带啊，一样的没？啊，这个就可以了，那个有盖的，有盖麻烦了。这个你看还要放什么？这个是薄荷、啊。这个是羊奶。哇，也是薰衣草。薰衣草。好拿。2块17块多。拿到两块看拿什么？是要拿薰衣草，这个蓝的是什么？不是我的海洋味。它有几多个口味？就是这边不了，就这边不了。拿到两瓶，那一盒两瓶是七块多。哇，这是要老花。Strawberry， 一瓶 normal 是2.5块，两瓶是7块。拿到一个四个。这个是羊奶。你看要不要？羊奶。如果不要，就拿薰衣草了，薰衣草。我说那个橙有比较有橙的吗？橙跟那个木瓜，好拿。橙跟木瓜一起了啦。嗯。像刚才那边几多瓶？我这边三瓶。这边要放上去啊？哎呀，用很快的，他这个家伙玩，吓死人了我。他这样哪一碗的那？因为他刚好看到他上网有 offer 就可以买，他 offer 到5月，然后6月，这里也有，是的，这个有绿茶，看看我们有哪有绿茶，绿茶有，他没有这块到期啊，没有这块，全部2027，啊还可以，等下回家，那只我放放开了吗？那个，这个蛮绿。哦，蜜瓜，因为我找也是有嘛，这个不是应该也是有的嘛，可以看一下他现在看你遇到有的有 OK， 那个纸，他的棉花你看3包还是1块3啊，所以那边买应该贵，他妈是很贵，这一片片的嘛，一片片的嘞。去买哦，3包11块，好吗？是贵了，还有这种圆的，圆的是不一样，和洗脸用的一样啊，都跟这种一样，圆的更贵，1包哦，6.25，这个它是 OK 的，跟起来看他哪一包，我那包你那个都要完了，我来洗脚。还是放中间，那个那个放中间，那个放中间。
Dua. Kita dapat 12 ni. Hahaha. So, beli dua lah. Beli dua. Yang nak semua kau eh.
要拿什么味道？它要弯，要弯地方了没？然后加钱了。
Mak datang beli dia hanya bagi nombor telefon saja. Tapi kalau nak sendiri ni, contohnya kalau nak ambil duit dalam kad ni, maka kena bawa kad. So, sekarang
nanti daripada apa tu, daripada WhatsApp tadi tu, nanti Miss daftar lah, akan masuk Miss punya nombor telefon, email, nombor bukan. Dah ada balas tak? Okay. Miss letak yang ni, lepas tu masuk nombor yang ni pula. Dia masuk point kan, dia hanya boleh tambah macam cashback macam lah. So contoh macam ni, dia barang asal kan sebenarnya seminggu tu beli daripada barang tu, dia satu kumpul point lah. Okay. Lama-lama dia punya cash pun akan menaik-naik. So masuk kami 10 model.我本来想一瓶八块多，哎，才一块多，十二块半，十二块半。这样还有空一擦面呢，一瓶都少很快的。
Saya cuba kena buat je. Good. Tak boleh juga, dia loading. So kalau lepas berjaya kan dia akan tulis berjaya punya lah. Tak lah tu. Yeah.